说到最能够留住玩家的心，那么恐怕就是精灵宝可梦 GO。现在居然还有不少的网友纷纷请愿联署，希望游戏商推出《哈利波特 GO》。英国有一间游戏公司最近自作出一支影片，玩家可以化身巫师选择学院，还可以拿着魔杖跟妖精对战。虽然到现在还是想象阶段而已，但是已经让不少的《哈利波特》迷迫不及待游戏赶快上市。泛黄的神秘地图，熟悉的魔法配乐，精灵球变成魔杖，皮卡丘变成小妖精，这不是 Pokemon Go， 而是哈利波特 Go。玩家化身小巫师，游戏一开始得先选择学院，看你喜欢葛莱芬多还是史莱哲林。冒险途中还能收集各种巫师卡，哈利波特迷有没有很心动？不过还得再等一等，因为这是英国游戏公司 Stargaze 想象中的游戏画面。A Horcrux。只要念出咒语，点击萤幕就能获得宝物戒指。这位疯狂的哈利波特迷自己也凭空想象制作了《哈利波特 GO》的游戏影片。Whoa, check out that dark mark！ 拿着手机走在路上，利用扩真实境 AR 结合实景地图，就像置身于小说中的各式场景。途中还会遇到黑蜘蛛或是蟒蛇等妖怪，玩家能选择使用各种武器对战。网友们纷纷提供意见，希望能加入收集分灵体。或是与食死人对抗等游戏情节。I'm not going home. Not really. 游戏好玩到不想回家，广大的网友们看了影片后超期待，纷纷上传推特联署，希望游戏商尽快开发。假设哈利波特 GO 真的上市，以后走在路上，除了会遇见神奇宝贝大师，可能还会碰见不少巫师。记者连慧陈玉志采访报道。